lắm tay cho ra, cho tôi nắm tay cho ra, có tôi nắm tay cho ra chứ. Thank you.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本当に本当にいや。全部都是我哋唱嘅嗰首，系咪？好，你现在唱出来先啦，唱出来。不如升，升一升一度一住。Yeah.
サンキュ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デレン、我們出來了。對啦對啦，沒錯，今天是第一次唱這首歌。第一次唱這首歌是今天而已。對啦，沒錯。那這首歌呢就是一個Kim 的，這個對我們是一個回憶來的，因為小時候看電視的時候呢，每一聽的時候就會知道你有這隻 Kim。 這首歌叫雪花抄，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，可能講過歌名有少少陌生，但是唱給你聽你就知道是哪一首了。okay？
首歌咧，最應該大家最深刻就係 chorus 歌。而家一起嘅時候咧，就會諗起個畫面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？我就肯定有啦。OK， 咁大家不妨咧，咁啊可以重温下啲 game 啊，睇下呢個 MV 都得嘅。OK， 咁啊，嚟都仲有嗰隻 game， 仲嚇有噶嘛？嚟嗰隻 game， 梗係有啦，唔係重温啦，玩翻啦，冇繼續玩。咁啊，嚟緊咧，嚟少少新嘅作品，新啲嘅作品。咁呢首歌係黃子軒嘅作品嚟嘅，呢首歌叫《世界拆散》嗰部，亦都係《跑安娜》嘅主題曲。OK。世界拆散我们，交给你们，哎呀，好彩。